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施公案之一学士战言神第五回，系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剧中人由欧聪饰演施公，张炳强饰演何天宝，洪良石饰演关小西，李学斌饰演施安，莫家驹饰演郭喜凤，洪德成饰演何之虎，车心梅饰演张雕士。施公案之一学士战言神第五回现在开始。对唔住，对唔住，未知各位大爷叫我起身，有咩贵干呢？睇你个衰样，你方唔系做奸细啊？好咗啦，杀咗佢啦！各位大爷，我唔系奸细啊！你哋讲乜嘢？我唔明白喎、啊。你唔明白？系咯，我完全唔明白啊！各位，你哋千祈唔好杀我啊！放过我啦！你哋要咩嘢即管攞啦，你哋攞去啦，放过你、啊、你当我哋系咩人啊？你以为我哋系鼠窃狗偷啊？你睇下我把刀啊！吓、啊，要命啊！要命！要命啊！要命、啊！惊到长短脚咁。我哋都系做大买卖嘅。不过我哋今日大家嘅心情都好好。如果系喺平时你一见到我哋就已经冇命啦。各位大爷，我冇冒犯你哋噃，你哋何必一定要杀我呢？咩叫何必啊？理得咩啊？杀咗佢！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手下留情。虽然呢个人喺度阻住我哋分赃。但是何大哥都还未来、啊、我们跟他打牙膠又怎么说呢、啊、又好啊各位大爷我是由京都来的我不是奸细 啊我不是啊你又由京都来的你做什么啊做什么啊 我是来这里做生意的我走得太累进来休息一下然后再赶路的估唔到啊，会冒犯咗各位大爷，请各位多多原谅啊，放过我啦。你呢个人呢，虽然个样子就唔系几顺眼啊，但系都算口甜舌滑喎、啊。各位，你哋放过我啦，我家中有妻儿，我保证唔会讲你哋嘅事俾人听、啊哎、你以为我会惊你对人讲咩？我最怕你啊，都唔过得今日啫。咩话？你嗰个老婆梗系好似冇嘢差咁噶啦，使乜你担心啊？话唔定你出咗门之后啊，佢跟第二个男人走咗啦。你哋放过我啦，放过我啦，唔好杀我啊，唔好杀我。
啊，原来呢度有一条小溪，咁真系好啦。等我用水袋装一啲水翻去俾大人饮先。边个？边个匿埋喺树林里面？快啲出嚟啊！你唔使再匿埋啦，我知道你喺边树嘅。你好出嚟啦吓！如果唔系，唔好怪我手下无情嘛。大爷，我要命啦！要命啦！哼，行过嚟。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匿在这里？我是住在这里的，我斩柴的，我刚刚担着担柴想回家，经过这里，不是有心无烦恼，请我安要命。原来你斩柴的是吗？是。那起身吧，什么鬼在地下呢？啊，起身？啊？你怕什么？啊？我不会伤害你的。起身啦！哦，原来你唔系大王，我仲以为你系山神庙嗰班人，所以见到你咧，我即刻匿埋唔敢出嚟。如今都就嚟天黑啦，你快啲翻屋企吧啦！如果唔系，黑齐咗啲路好难行噶。多谢呢位大爷。系啦，做咩啊？我睇阁下唔系本地人嗬，系大概你听到我啲口音唔系本地啦，系啊，你过路噶，系啱啱嚟到呢树冇水饮，所以喺呢度装啲水啫。哦，原来系咁，你一个人啊？唔系，我系同埋我嘅主人一齐嚟嘅。哦，唉，讲起上嚟嘅长篇。我哋因为贪赶路，所以如今嚟到呢度赶唔到站头头店。咁你嘅主人如今喺边处咧？佢就喺嗰边嗰间庙度休息啫。哦，佢又行动唔方便，所以我嚟帮佢攞啲水饮。哦，咁啊，你话咩话？边间庙啊？做咩啊？点解你听见我咁讲，面色都变埋嘅？你真系大胆啦！嗰啲咁嘅地方点去得噶？点解唔去得啊？嗰度系嗰啲强盗嘅斗嚟噶！我话唔系啊！而今你个主人已经命仔都冇埋咯！你话嗰间庙系强盗嘅斗嚟？系啊！呢度附近啲人啊，知道嗰度咧时时都系嗰啲强盗集结嘅地方嚟。以前啊，有好多人去过嗰个庙嘅附近啊，都俾嗰班人杀晒啊！真系有件咁嘅事？真系啊！弊啦，我如今即刻要赶翻去睇啊！喂，大爷啊，你小心啊！得啦，多谢你啊，我会小心噶啦，我如今去啊。好彩呢间古庙嘅后墙冧咗，如果唔系，我入嚟就冇咁容易。如今天色虽然已经好黑，好彩听到人声，我跟住人声行过就得噶啦。一于系咁，咁都俾我哋绑原来殿上绑喺柱度嘅人就系司大人。好在他们还未下毒手，那我也安心一点。但是怎样才能够救到大人？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恐怕不够他们打吧。里面那班贼个个都有配刀，说不定是好好武功的绿林人物。有奸细，有奸细啊！闭眼，给他们看到我点。事到如今不理得那么多，等我冲进去干脆同佢哋较量下咧，嘿，嘿，哇，你真系大胆喎，竟然嚟呢度东张西望，喂，想死啊？想死啊？表哥，表哥，小斌，有志，带佢入嚟，好，冇错，咁我哋寨主叫你入去，吓，唔使咁紧张嘅，哼，老实讲，你哋唔叫我入去啊，我都会入去噶啦，中华大山，好啦。
我是过路的，各位寨主有礼啊。喂，啊，见到我哋大王连跪都唔跪啊嘛？哦，唔通你唔知道我哋大王啊可以摘人心？饮人血嘅咩？我哋杀咗佢啦！你哋杀佢啦！又扯你话？你嘈！静啲，静啲，咪做。你呢个人入到嚟呢度都咁镇定，真系有胆识噶。过奖啦。好，我问你，俾我哋绑住呢个人，系咪同埋你一齐嘅？系咪？系啊，我哋系一齐嚟嘅。路过呢度，因为攰啦，所以喺呢度歇下脚嘅啫。我知道啊，大王，请你可怜下佢啦，因为佢家有老少，请你放咗佢啦。吓、啊，你叫我放咗佢？系，我知道江湖中人都系好讲合义呢两个字，就算绿林之中亦有好汉啦。你咁大胆嚟问我哋攞人，咁大概你都系识得武功噶啦噃，在下唔敢夸口。好，咁你啊不妨耍几招俾我哋睇下。冇咗啦。如果你系唔识嘅，就无谓献丑啦。冇错啦，啊，无谓讲咁多啦，都系等我哋绑埋佢一齐，送佢归西啦。系啦。各位寨主，讲到武功。我是识一啲，不过唔敢喺各位大爷面前献丑嘛。到呢个时候，我睇你唔献丑都唔得啦。如果你系唔识武功嘅，就冇胆嚟问我哋攞人嘅。你讲啦，你识耍边一种兵器啊？二九一十八样兵器，样样都识耍几招。杀柒得佢啊！冇咁多。阿齐生，唔准喐手！你哋做乜嘢？对付佢一个咁嘅人，使乜咁紧张啊？呢件事我自有主张，你哋企埋一边。好啦，企埋一边啦。你话你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啊？咁即系话你都走惯江湖噶啦噃。我相信你都知道孤雁撞虎的规矩的、啊、孤雁撞虎知道我这里有一把短刀你敢不敢擘大口接住它你是想叫我用口来接住你这把飞刀试下我的胆是不是小心不要冒险啊老爷你放心啦你求下他们啊或者你求下佢哋，佢哋会俾条生路我哋嘅，唔好同佢哋搏啦。老爷，我可以应付噶啦，你放心啦。点啊？到底你敢唔敢啊？好啊，呢啲系试下胆识嘅把戏嚟啫，随便债主你啦。好，几有英雄气概噃。嗱，如今我已经将对手摆喺背后。准备好了请喐手啦。咁你小心啲啦。哎呀咬住飞刀啊。哎呀好嘢喎。小心真係好嘢喎。你冇事呀嘛。冇事。佢把飞刀好彩唔係好用力。我用牙可以接得住。完全冇事。咁就好啦。方才我惊到唔敢睇。好嘢。果然身手不凡。是啦，各位，呢位老弟果然是英雄。不过咁啊，我哋都系要睇下佢个武艺到底系点先啊。等我哋试下佢啦。系啦、哎，老友，啊你头先话十八般武艺都识啊，咁你敢唔敢同我哋呢位小银枪刘老鼠比下枪法？冇错啦，敢唔敢啊？有胆。既然大家咁想面，如果有失礼嘅地方，请多多指教。好，俾支枪佢，准备，嗱，接住啊，刘老师，你哋比过高低啦，好，嚟啦，各位寨主，你哋嘅兵器在下唔敢乱用，我可唔可以用自己嘅兵器呢？啊，
原来你都随身带住一把刀嘅。嗯，好，随便你啦。哎，咁好啦，呢度地方咁细，你哋可以喺殿外交手啊。好啊。好，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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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好好好，打得好，打得好，好嘢，好嘢喎！你看他们两个打了这么久，如今还未分胜负啊。是的，估不到这个人都几本事的，他一直沉着应战并无差错。刘大哥，你过夜呢，如今小心招架我这把刀了。弊了，如今那个小子好像要反攻。咦，你看刘老鼠，哇，他打到气喘喘的，真是弊。我个小子把单刀上下翻飞，刘老鼠已经没有招架之力了。不是啦，我哋上去帮手啦。好，帮手啊，看刀。放心啦，我不敢伤害寨主的，多多冒犯，恕罪恕罪。好。好刀法，好刀法，呢位朋友，你嘅刀法真系好，算得系江湖好汉。系，好嘢，好嘢。各位寨主，在下太放肆啦。乜说话呢？既然你系好汉，咁我李四系识英雄重英雄嘅。各位兄弟，明白？我哋放咗佢位朋友啦，明白？放咗佢，放佢走啊！大哥，你有冇想清楚噶？喂，如果我哋放咗佢两个啊，佢哋出嚟将今日嘅事传咗出去，咁以后我哋仲有咩颜面喺江湖上混落去噶？咁啊，赵伯，嗯，照你话呢件事应该点做好呢？哼，计我话呢，办法就有，不过我要问下大哥你先。你以为这个人的武功点啊？好，好好。相信如果要跟他比试，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打赢他的。嗯，为什么不请这位朋友入伙？我们叫他入了伙，那这件事啊，不知不会传扬开去。同时将来遇到好像今次这一场的硬风的时候呢，也不用出去外面请人嘛。嗯，是的，有道理，这个都是办法。你们都听到的了，听到，你们以为好不好啊？那也好的，那也好啊。喂，老大，不过怕他不肯长久做下去。为什么啊？就算他如今答应了，但是过了几天，很可能静静走了都不定，那有什么用啊？是的，如果听日佢走咗，我哋就唔知道去边度揾翻佢噶啦噃。嗯，唔得嘅。老大啊，不如我哋出去外边商量一阵啊。好。诶、你哋跟我出去啊。哦，好啦好啦。你哋几个看住佢哋两个人。我哋出去一阵。哦。大人，你冇受伤啊嘛？冇。小西，好彩你及时赶嚟，
如果唔系，我迟早都会俾呢班人杀死啊！呢班人系强盗嚟，我哋要好小心先啦。我知道啦，佢哋好似要等一个人咁。系，照我睇，佢哋喺呢度系想等嗰个人嚟分赃。如果我哋唔早啲脱身，最怕等嗰个人嚟到嘅时候，呢件事会有变化。你快啲谂下办法啦！而家企喺殿上嗰几个人，你可唔可以解决佢哋？如果唔趁呢个机会，我哋就冇法子走得甩噶啦。刚才一节民间故事《施公案之一学士战言神》第五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